动特库摩配合 Gamescom 2017的到来，首度公开了超人气动漫改编的战术狩猎动作游戏最新续作《进击的巨人2》，让玩家再度操作立体机动装置来斩杀巨人。从短短的宣传影片中可以看出，这次将会以动画第二季的内容为主，揭露更多世界的秘密。虽然尚未公布对应的主机平台，不过繁中版的官网已经开启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中文化的好消息哦。